觉我现在心情特别不好，可不可以让我回床上躺尸啊？想得美！你今儿怎么答应我的？去搞定我的大客户方总，可到现在呢，什么都没有做到。我现在信号器也找不到，唯一的朋友也死机了，我感觉我现在根本就是生无可恋。哎呦，年轻人不要总是生呀死呀的，多不吉利啊！不就是回家的钥匙丢了吗？大不了找个开锁的，或者干脆等家人来找你。做人呐，最重要最开心呐，想想开心的事情。开心的事情。那年的我都还记得，静静看你牵着她手，却忘记不伸手。对吧？看，笑起来多喜气啊！太绝。可是为什么我喜欢的东西总像一个幻影？我每次都看得见它，可是我又触碰不到。我还没有办法拥有他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嘛。小七啊，你喜欢的不会是鬼吧？小七七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来，干杯，庆祝我们再次相遇。干杯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能喝酒，我拿这个。没关系，喝酒对女孩身体也不好，我帮你喝。那你喝酒就不伤身体吗？喝酒伤身，不伤心。我看资料上说啊，地球上的人笑呢是因为高兴，流眼泪呢是因为伤心。可你明明在笑啊，为什么我会感到难过？这么复杂的问题，你就不要多想了啊！来，吃东西。看你吃东西真开心。那我以后天天吃给你看。不过。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好吃，有些东西不是你的，只会吃到一肚子苦。方烈，方烈，醒醒了！方烈，醒醒了！方烈。方烈。该回去了。我不想走，我想一直留在你身边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倒是不介意了。反正我现在信号器也找不到了，想回家也回不了。我先给你打杯水啊。不要走，方烈，我不行。方烈，你为什么要走？方烈。冰冻方烈系统已打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找到定位了吗？找到了，已经发给你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方总，您来啦。
这里的客人呢？是这样子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这里被一个年轻多金的帅哥给包场了，所以呢，没有其他的客人。哎，方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这里被包场了，所以您可能不太方便进去。里面的是我弟弟，不好意思。冯丽，冯丽。这有其他人进来吗？那请你先回避一下，我们有私事要处理，待会儿我让助理来接他。还有今天的事情请你不要说出去。韩助理，方丽喝醉了，你过来处理一下。